及帅哥问题，让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等一下来观察观察了哈。哇，有看到嘴巴张开，哎，牙齿很漂亮。刚才说到了，他的牙齿真的很健康哦。好，说到问问题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请马吉等一下移动一下位置，我们来到。Assalamualaikum teman-teman, jumpa lagi dengan Ibu Nerastra. Gimana kabarnya teman-teman semua? Semoga sehat-sehat selalu, amin. Kali ini videonya masih edisi liburan ya. Ini kelanjutan dari video yang kemarin. Kemarin itu kan atraksi orang yang lompat dari ketinggian gitu ya, atraksi-atraksi kayak gitu. Nah, ini selanjutnya itu atraksi singa laut nih. Nah, ini sudah keluar nih singa lautnya. Dan ini seru banget teman-teman, dia pintar banget ya, jinak banget ya. Ya sudah, kita lihat aja ya keseruannya gimana ini atraksi-atraksi dari singa laut ini ya. Yaudah yuk. Kakak seneng banget teman-teman. Dia duduk di paling depan ya. Oh.
而且海豹们的后脚
起脚，哎，没有办法向前弯曲进行走动哦。所以海豹在陆地上走起路来呢，就像 magic， 真的是用学的方式哦，而且有肚子的力量哦，有一点点像这个陆地上的毛毛虫，好可爱哦，是这样。端在进行前进吗？当然，现场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哎，下次如果您有机会看到海豹的话呢，就可以从它的耳朵，还有这个走路的方式，您就可以非常清楚来分辨，哎，那到底是海狮还是海豹呢？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海狮的脚，也就是它的后鳍啦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曼吉它还是会趴下来哈。趴下来之后，您可以看到它的后鳍脚很大。哎，这个后鳍脚在陆地上除了帮助海狮走路之外，其实在海里面就是它们在游泳的时候用来稳定身体的平衡，减慢速度也是靠着我们海狮的后鳍脚当刹车用哦。当然，您也可以观察到这个马吉后鳍脚中间，哎呦，还有一些短短小小的，那个就是它的尾巴。因为海狮其实是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，演化到海里面去生活，所以呢，它的尾巴就缩到那么短、那么小一截。当然，这个尾巴现在除了可爱之外，已经没有其他特殊的功能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海狮的手，也就是它的前鳍了。主要海狮的手，哎，其实它也是有手指头，也就是它也有指骨哦。但是啊，这个指骨的位置在哪里啊？到底有几根指骨呢？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请马吉帅哥举起他的手，邀请陈瑞哥哥来比一下海狮手指头的位置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数喽，准备。是不能像我们一样五根手指头分开来活动，这是因为我们的海狮要适应水里面的生活，所以不断动作强化，外形变成了跟鱼鳍一样，变成鳍状肢。人类观察到它的前鳍非常大，其实在海里面大力的活动，是我们海狮游泳时前进的推进器哦。好，来到我们这边，当然要再来数一次哦。这一次举起左手，来，左手举起来。好，这边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看，一起来数喽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对啦，五根不多也不少啦。而前期在陆地上，所以你帮助走路之外，还可以克服崎岖的地形限制哦。接着，马吉刚刚可以爬楼梯、下楼梯，灵活自如的移动啦。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请马吉来展现一下他前期的力道，提醒您相机对着你，马吉，马吉准备好，请你直接带来倒立平衡。好可爱哦！双手撑起他全身的重量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来，再次拍拍手，拍拍手，谢谢所有大朋友、小朋友给他掌声啦！啊，当然，我们的马吉他其实非常非常的贴心哦。刚刚如果没有拍到这位来宾，来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马吉帅哥他会移动一下他的位置，来到瑞森区块这边来喽。当然，我们的帅哥也请你再次准备一下听口令，再来倒立平衡。哇，用双手撑起他200公斤的体重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好嘞，帅哥回去之前礼貌再次拿出来，拍手，谢谢，再次谢谢大家给他这么多的掌声呢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他还要准备一段灵活又可爱的健康操，但是呢，他要回到舞台上去做表现啦。我们的海狮公母要怎么来做分辨呢？通常我们先从体型来做分辨哦。公海狮体型会比较重硕，比较大一些，相对的母海狮的体型就会比较娇小一点哦。当然，不止从体型可以做公母的分辨，海狮公母还可以从它们的毛色做分辨哦。公海狮的毛色会偏比较深色偏黑一些，而母海狮的毛色就会偏比较浅色偏褐色一点哦。然后现在呢，即回到舞台上之后呢，他就要来段灵活又可爱的健康操。待会儿呢，帅哥记得一和
Teman-teman yang sudah menonton videonya, terima kasih banyak. Ini atraksi singa lautnya sudah selesai ya, dan ini dilanjut ke atraksi lumba-lumba ya, tapi di video selanjutnya ya teman-teman, karena videonya terlalu panjang. Oke, terima kasih yang sudah menonton, semoga bisa menghibur dan bermanfaat.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.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Bye bye.